乐活医学堂，台湾好健康。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护理长朱冠玉。对于需要长期照顾医疗的人来说呢，提供连续性的照顾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如何从医院到社区提供一个连续性的照顾模式，是现今医疗所必须要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社区医学部张思欣主任。主持人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预防及社区医学部部主任张思欣医师，以及社区医学部陈丽娟护理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社区照护中心长照组护理长陈丽娟。今天要跟大家谈谈的主题是如何整合医疗到社区，做一个整合性的一个照顾的模式。那对于长照 2.0 来说呢，它的主要的精神在于说能够提供一个个别化一个照顾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说呢，我们如何从病人在医院住院到未来出院返家之后呢，从医院到社区，从医院到家庭的社区当中呢，持续提供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照顾。好的，那我们从之前的政府所推动的长照 1.0 迈入新的一个世纪，长照 2.0。 那在设计我们的高龄以及我们的失能的一个照顾，必须我们先来谈一谈在设计服务体系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概念。那刚刚所提到，我们就是要以长辈为中心，那提供一些比较客制化的一些服务。那特别在以人为本来讲，我们可能每一个长辈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个人的一个情况，以及他社区的一个差异性，所以呢，必须提供一个不同的一个照顾的一个客制化的一个服务。那当然也特别刚刚有提到把照顾者给带进来。那接下来呢是特别强调是连续性的照顾。所谓连续性的照顾，包含从医疗到社区，还有从社区居家，甚至我们的长辈的这个健康状态呢变得比较严重程度比较高的时候，再连接到所谓的机构式的照顾，这是连续性的照顾。甚至于呢，在他的情况变比较末期的时候，提供所谓的安宁照顾。那另外我们也要向前延伸，将我们的这个长辈呢能够的他的卧床的期间能够缩短，所以我们会强化他健康状态的一个活药，那强化他的一个生命力。那这个是连续性照顾的一个概念。那最后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长辈失能者能够非常自在的在他熟悉的环境里面。所以呢，在长照 2.0 里面特别呢在发展这个社区的照顾体系。长照 2.0 的部分来说呢，它除了保有原来 1.0 的服务项目之外呢，它还增加了哪些服务的项目？好的，刚刚所提到连续性的照顾跟社区的这个照顾为基础。那连续性的照顾，我们特别强调一个所谓的出院准备服务的一个照顾，甚至于在他的失能之后呢，可能必须要接受再载的照顾，我们会连接到后续的居家医疗照顾跟居家的安宁照顾。那我们也要向前延伸，在社区里面能够安排一些预防社区预防性的一个照顾活动，比如说一些健康的一个活动，让我们的长辈呢能够生活得更健康，更有自理的一个能力。那另外呢，我们也在社区里面希望能够就地去整合他社区的所有的资源，所以在长照 2.0 里面会新增了所谓的失智症的特殊性的照顾服务，然后有小规模的多机能服务。那所谓小规模多机能服务呢，就是一个场所除了日间照顾，它也提供夜间的留宿服务，甚至于在长辈比较不想要外出的时候呢，也提供呢直接到宅的一个服务，让长辈的这个服务能够提供它的多元性。那也提供这个所谓的家庭照顾者的支持性的服务，特别照顾我们的照顾者。那这个是在长照 2.0 里面的一个特色。所以长照 2.0 是提供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照顾服务啊。是的。所以张主任，在这样一个长期照顾的一个照顾体系之下呢，它的架构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做个说明。首先我先谈一下长期照顾为什么上路以来有些民众还没办法感受到长期照顾政府对于长期照顾的一个用心跟它的耕耘。首先就是这些需要长期照顾的这些家庭，其实他没有得到一个及时性的一个照护的一个机制。首先，所以我们为了要落实整个的长期照护，首先我们会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个
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调整。第一，这些需要长期照护者主要都是从出院之后就需要立即能够衔接所谓的长期照护，所以我们的医院的做法是，我们是精进整个的出院准备一个流程，包含整个资讯化的改革跟我们资讯化的一个心智，让这些需要长期照护的病人在出院还没有出院的前三天就获得我们的初配组的一个筛选，然后变成一个长期照护的潜在的一个需求，以致接下来我们第二步就是说，我们要落实整个长期照护的需求，还有部分是从社区里面去挖掘，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在社区建构一个社区的一个整合照护中心，深耕社区，去挖掘社区，跟邻里长去配合，把整个社区需要长照服务的这些民众把它挖掘出来，然后给予一个适当一个长期照护的一个责任。所以在一个种不同疾病的阶段当中呢，立俊会长，在这不同疾病阶段当中呢，它需要长期照护的服务项目是不是也会有所差异？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整合性的一个照顾服务，社区的整合性照顾服务里面，在提到这个为什么要提到这样的一个照顾服务，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高龄者以及长期照顾的对象，他的特质，他在接受照顾的时候他有一定的特质，那我们要去安排刚刚所谓的以人为本个别化的一个照顾的话，我们必须先了解他的一个需求。那这个需求会有几大影响因素，第一个是我们的高龄或者长期照顾的这个对象呢，他通常是有多重的慢性病，那我们的长辈可能有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脑中风啦，甚至有失智症等等的多重疾病。那另外呢，这些疾病也会以及老化的因素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对象呢，产生比较衰弱的情形以及失能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部分就会影响到他的医疗到底需要接受什么样的一个照顾，他的生活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协调。那在安排这个需求的时候，还会因为他的健康状况随时的在变动，以及他的家庭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支持系统会不一样，那我们所要安排的一个服务也会不同。那简单来讲，我们先把这个我们要照顾的对象呢分为几个时期，一个是他在健康状态比较稳定期，我们所提供的服务是比较健康促进型的活动，那能够强化他的一个激励耐力、反应力等等的。那另外我们希望能够维持他既有的功能，避免他失能的一个状态产生，我们希望他是生命的这个在生活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是能够自主的活动，而不是在失能的状态那也强调他能够社会的一个参与。那当他在疾病急性期的时候，除了接受急性医疗的一个检查、诊疗以外、手术以外，我们刚刚会提到这个出院准备服务会在急性医疗帮助他衔接到社区的生活照顾。那在急性的一个后期，也就是说他在生病的稍微急性医疗处置之后，在比较稍微稳定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协助他能够强化的复健，让他能够回归到社区，然后能够尽量目标是让他自立的一个生活。那强化复健的一个服务就会提供在宅的一个复健服务，或者是到一个比较慢性的一个病房里去做一个复健的一个协助。那如果他产生了失能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提供刚刚所谓的长期照顾的一个服务。那如果他到末期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的生命更有尊严，那所以我们会提供安宁的一个照护。所以在不同的一个照护的需求在整合上是一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如何来整合这些所需要的资源呢，避免我们在医疗或是资源上重复的一个使用。是的，因为从刚刚的介绍里面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刚刚听起来呢，服务呢就有总共有17项这么多，那它可能又涵盖的是生活或者是医疗的层面，那也有可能是居家、社区或机构的一个层面。在这么多复杂的一个服务里面，到底我们的对象要怎么样去寻求资源呢？因此为了以病人为中心，我们的服务呢，这个整合式的照顾服务的概念，希望是有一个单一的窗口，那由单一的窗口来协助这些服务的一个整合，包括医疗跟生活方面。那另外我们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呢有一个固定的核心团队来去了解我们的长辈的失能个案的一个需求，而且针对这样的一个他健康状况的一个变动，我们随时去调整
团队的一个服务的组合，然后达到连续性的照顾。因此也特别政府也特别推动所谓的专责的家庭医师制度，由家庭医师来做第一线的把关。那在他做健康状况有一些变动的时候，我们再纳入其他的专科医师共同来照顾。那当然也一定要把生活的资源连接进来哦。那生活资源呢，刚刚有提到有居家服务、辅具、关怀、交通接送、餐饮以及社会参与等等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就是必须透过简单来讲要怎么样的有效整合呢，那就是希望能够设立一个专职的一个各管员协调师，加上很好的一个资源运用的资讯平台，来帮助这些资源呢简单有效快速的一个整合。所以透过这样一个整合的一个方式，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整合的一个架构。所以张主任，可以就我们医院的例子来说，可以就我们医院的例子来说呢，来更加的说明如何来进行整合。所以有鉴于这个社区照护日益重要，所以我们医院从去年开始就把预防医学暨社区医疗部的这个整个部纳入家庭医学科跟高龄医学科，把它整个纳入进来，才能够真正的整合社区长照所需求的那17项，包含居家服务、居家护理以及居家医疗的部分。事实上，我们肩负起我们信义区的 A 级中心的一个角色。所谓 A 级中心的角色，最主要是对应于是一个照护管理中心的一个窗口。当照护管理中心、照管中心能够核定一些给付之后，就分配到我们附一的本身的 A 级中心，在做一个服务的一个连结跟一个资源的整合。而这个 A 级中心的话，我们目前来讲本身的医院也是一个 B 级照护的中心。比如说 B 级照护中心目前除了居家护理、居家医疗之外，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些辅具的服务跟送餐跟所谓的出院准备的服务。那我们未来，我们除了 A 级中心之外呢，我们还去连结所谓的服务据点，比如说一些 B 级的单位跟一个 C 级的单位，希望透由一个整合式的一个连结，让需要居家医疗的这些民众能够达到他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那目前来讲，我们本院也在慢慢的规划，说是不是我们本院，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在我们的经验里面，长照服务的连结，事实上很多层面，事实上都可以达到100%的连结。唯独一个居家服务的居服员的部分，我们还没办法达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连结。所以有鉴于此，为了达到一站式的服务，事实上我们的服务业本身也在做一些适度的规划，然后能够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提供的服务。比如说一个居服员的一个服务，才能够整个落实整个的长期照护的服务。另外，我们是不是也要连结一些辅具的一些提供者的单位，让我们的长期照护能够把这两块能够做得更完整，能够达到一个社区整合的照顾的目的。所以整合之后呢，又将要如何的进行推行呢？我们将在下个阶段继续为大家做说明。先稍作休息，我们待会回来。欢迎回到乐活医学堂。在下一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医疗与社区的整合的部分呢，那想请问丽娟护理长，在实际上在推动的时候呢，如何将这个医疗跟社区整合之后呢，实际推动到我们的社区的长期照护上？是的，我们医院呢，我们现在以我们医院为例来去谈一谈社区的一个整合照顾。那刚刚已经提过，我们的对象呢需要医疗跟社区的一个生活照顾的一个整合，所以我们医院在推动的时候呢，就会先，我们原本已经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医疗团队，那在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先将我们的医疗团队呢再扩充，包括增加了我们的居家医疗服务，甚至于我们成立了辅具的照护中心能够去提供辅具的一些协助。我们的部门呢也进行了一个整合，来去推动这样的一个社区整合照顾服务。那在第一阶段的一个
扩充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跟社区的一个长照资源的所有的一个连结。那我们先了解社区的长照资源提供的单位有哪些，那进行一个合作，以完整的提供医疗跟生活的一个照顾。所以呢，我们总共也连结了大概有18家的一个在地的一个长期照顾的服务单位，并且设立了各管师，让各管师来去做单一的窗口以及评估，然后输送医疗跟生活的一个照顾。那甚至于我们也推动在社区里面成立了一个服务的据点，让我们的服务呢，长照的服务呢，能够让在地的居民能够看得到所谓的长照服务是什么，然后他能够寻求得到就在他的住家的身边能够寻求得到长期照顾的一个协助。那我们在跨足这个社区的照护的时候呢，首先本院是在信义区，因此呢，针对信义区的长照需求，我们先进行了一个了解跟盘点。那在信义区的话呢，是台北市它的老年人口已经占到 17.7%， 那它的人数呢，将近在106年十二月底的时候已经达到这个40000人左右，那长照的需求人数预估是8000多人，因此我们的整合照顾中心呢，提供了这个服务的范围是整个信义区的22个里。那在我们推动的这个服务的据点里面，就是让我们在社区里面，信义区的社区里面成立了一个长照服务的一个据点。那这个据点的临近的这个里数呢，大概有8个里。它是一个高龄的一个社区，那它的老年人口占了19%左右。那长照的需求人数呢，大约也有1300多人。那如何将这些资源呢，做一个多元化一个整合？因此我们了解了我们的这个在地的长照需求之后呢，那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在地资源的一个整合。那除了我们医院所提供的医疗团队的照顾服务以外呢，我们将临近的这个所谓的在新闻媒体上经常看到的 ABC 资源的整合。那 A 所代表的就是整合中心，也就是本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那 B 的话主要是提供医疗或者是生活照顾的一个服务单位，那我们也将信义区所提供的这个生活照顾，比如说居家服务、日间照顾、辅具、好机构式的照护等等呢，服务的单位，我们跟他进行了一个合作，那以协助提供资源的一个连结，甚至失智的照顾、照顾者的支持等等。那我们也跟邻里做了一个很好的合作，在我们的邻里里面都会提供一些预防性的延缓失能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文康休闲的活动。我们也跟邻里的办公室或社区的关怀据点进行合作，让我们不同的长辈可以运用不同的一个资源。那民众呢，他所需要的资源呢，可能是有一些不同的资源比如说他可能需要一个居家的一个护理的照护服务，他同时也需要居家的一个医疗照护服务那民众通常在申请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困扰，就是说他必须要透过各个不同的部门去申请，那申请的程序又非常的繁杂。那我们在长期照护这个部分呢，有没有更便民的一些服务呢？有的，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说，我们先了解社区的在地资源整合之后呢，我们就在我们的社区的这个居民的身边，就像 7-11 的一个服务一样，我们设置了一个据点，我们可以简单称它为长照的一个便利站，让我们的社区居民呢，随时需要长照的服务的时候，他就到他临近的这个据点来。那我们有设置了一个专职的各管员，那各管员就会依据他的健康状况、家庭状况来去规划评估他的长照需求。那了解他长照需求之后，我们就会协助将他输送到政府单位的长期照顾管理中心去核定相关的补助。那我们就依据他个别性呢来去连结服务，可能包括我刚所提到的各项服务，包括医疗上的一个照护，例如医疗、护理、复健、药事或者是营养餐饮等等的。那另外也会针对他的生活照顾连结居家的服务或者是辅具，那甚至如果他的健康状态能够比较好转的时候，我们也提供了一个赋能的服务，或者是运动的一个训练、活化的一个健康服务。那也在这个站呢提供照顾者的一个支持，我们会让照顾者呢这个服务站呢提供他喘息的一个机会，并且安排一系列的舒压的一个活动，让照顾者随时可以来这边进行一个放松、交流跟一个互相的一个有一个生活休闲的一个场所。
这是我们的社区的便利站。那丽娟会长想问的是说，如果民众在申请这些长期照护的时候呢，他必须经过哪些的关卡才能够申请得到呢？如果是在我们这个整合的照护中心里面呢，我们就会有长照的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各管员，他就会实际的提供长照的一个咨询、申请跟一个连结、哦、所以我们这个服务站呢，就会提供这个每日都会有提供服务。那这样的一个服务呢，由各管员来评估之后，我刚刚有提到，就会让他的将他的状况呢提供到这个政府单位的长期照顾管理中心。那最主要的目的是去核定他的失能等级，能够获得一些补助。那补助核定之后，就会持续交给我们的各管员来连结刚刚已经跟在地呢做一些社区资源的了解跟合作，那我们就会将这些服务输送到各个服务单位去。那这样的一个服务呢，我们也随时每个月进行追踪，因为我们的长辈呢可能随时健康状态会变动，甚至在服务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多元的一个改变，那各管员就会随时帮他做一个异动跟他的一个安排。对，那我们也会定期每个月进行个案的一个讨论，让我们的这个讨论呢来帮助我们这个个案跟家庭他的这个状况的一个回复啊，到更加的一个状态。那最后呢，张主任，是不是就未来来说呢，是不是有更精进的一个整合的照护规划呢？好的，首先本院现在对于长期照护都会有一个通盘的一个架构，比如说我们先成立一个 A 级中心， A 级中心之后是承接所谓的照护管理中心的个案，然后经由一个连结服务的连结跟资源的整合，然后我们本身也继续去争取成为一个 A Plus 所谓的社区整合的一个照护的一个据点，而这据点就是俗称的 A Plus， 而经由 A 跟 A Plus 两个互相的资源跟一些资源的一个共享跟资源的连结，然后把整个社区需要长期照护的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从出院准备去做连结，第二个从社区的便利站所谓 A Plus 的据点去做连结，透由整个的医院跟社区两个连结，打造出所有的在信义区的一个地方一个医院，然后结合所谓的健康照护的生活圈的一个整体规划。那我们希望是说，最后我们希望说能够精进我们的出院准备的一个能力，然后强化我们的居家护理，然后接着拓展我们的长期照护的一个所谓的社区的一个长者，然后希望连接更进一步连接所谓的社区的大大小小一个诊所，能够形成一个健康照护的一个生活圈的规划。最后我们社区医学部持续的都在做一些健康的促进跟健康的关怀，包含一些癌症的筛选、预防失智等等的一些健康促进的计划，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叫做五全的一个照护的模式。所谓的五全就是全人、全家、你全队跟全社区，然后我们全程都提予一个整合性的一个照护。所以透过医疗以及社区的整合呢，才能够提供民众一个连续性、持续性还有一个个别性的照护。所以今天谢谢张主任的解说以及丽娟护理长的解说，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乐活医学堂，我们下周再会。